1964年 ，Lady Bird 出版了举世闻名的 Keyword 系列。Keyword 系列深受儿童、家长跟教师的喜爱，畅销50多年，风靡了60多个国家。英国著名教育专家、语言学习家和杰出插画艺术家，10年心血之作。作者 William Murray 莫瑞先生是英国著名的教育专家、语言学家，从事儿童教育多年，终其一生为儿童教育努力，是儿童早期阅读的研究领域的翘楚。这套书以 keywords 为核心理念，书的内容是一对叫做 Peter and Jane 的小兄妹为主角，在他们周围环境所发生的事跟所遇见的人为题材。内容包括 Peter and Jane 玩游戏、做活动、出外度假等生活实录，贴近真实的文章，使用的关键字，让书中所学可以确实运用在生活当中，达到学以致用的目标。全系列书共36本，分 ABC 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共12本书，有系统的学习规划。 Series 1A 到 12A 介绍进入阅读所需要的基本关键字和句型。 Series 1B 到 12B 复习 Series A 所学到的单字及句型，将它运用在不同的文章内容中，搭配不同的插画，让学生反复练习，加强记忆。Series 1C 到 12C 运用在 Series AB 所学，介绍基础写作概念，学生也可以阅读到更进阶的文章，同时这阶段对于自然发音法也有完整的介绍及练习。丰富多元的文章题材，除了生活周遭的事物之外，历史故事、惊奇的冒险故事以及有趣的户外活动均收入其中。较长的篇幅帮助已具备基础单字及阅读能力的学生培养出自发性阅读精神。